记者吴孟伦台北报道，中国男星胡歌因演出《仙剑奇侠传》《琅琊榜》等电视剧而成为许多人心目中的男神，他的人品在演艺圈有口皆碑，吸粉无数。但今13日却传出他的经纪人遭公司辞退，原因曝光让粉丝相当愤怒。微博上盛传胡歌经纪人遭公司唐人影视解雇，引起热烈讨论。唐人随后也出面证实此事，表示胡歌经纪人遥遥擅自以胡歌的名义签订合约，严重违反诚信原则，对胡歌的声誉及公司的营运造成极大的损失，因此决定不再与遥遥合作。消息一出，粉丝们纷纷谴责该名经纪人，表示胡歌的善良不是你敛财的工具，希望老胡有个真心对他的人，冒充别人签合约难道没有违法吗？胡歌是许多人的男神。翻社自娱乐榜组微博，胡歌经纪人因利用他的名义签合约遭解雇。翻社自青春娱乐网微博，